哎，德福，哎呦，来来来，起来起来，这沉的重的，得起来。哎呀，你咋喝这么多酒嘞？没事，白老师。哎呀，放心，你看我还站得很好嘛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。啥问题嘛？你先坐着歇哈。啥呢？白老师，高速公路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独木桥你也知道吧？啊。那哪个好嘛？你这叫啥问题吧？这叫哲学问题。你跟我说一下，走哪条路呢？哎呀，这个独木桥对应的不该是阳关道吗？哎，对，阳关大道就是高速公路嘛。哎，我给你打个比方哈，你看，你比如说我现在就站在一个交叉路口嘛，这边呢就是高速公路，这边呢就是独木桥嘛，你说，哎呀，你说我该走哪条路嘛？你知不道我说啥呢吗？我听明白了，我告诉你啊，独木桥有独木桥的好呗，它危险，但是让人警觉，对吧？那高速路是平坦，但是人容易麻痹，就容易出事故，而且高速路速度快，一出事就是打死嘛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我明白了，明白就好。走走，你不愧是我的老师。哎呀，我一直就是你老师。走，咱回家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明白就好。大宝，快来！再吐尿了。都吐出来就好了。兔子，我高速路